期待这刻可点起心里火，回望和主倾出真心作伴，期待这光照大道上引路，期待这刻同路有你，燃亮我心，星星火满天，成逐更高，那是信念，我心若心若动，血脉贯通，灵像那火震起，真天天过，全赖救恩解开心中困锁，唯独我主掌管心光宇宙，能力盖天，要撼地上一切，全属你的，全地高歌，燃亮我心，星星火满天，成逐更高，那是信念，我心若心若动，血脉贯通，灵像那火震起，真天天过，凭着这火，一生牵手之中，重拾信心，当坚守天国梦，寻觅理想，到一天梦已圆，期待与主长伴永远，燃亮我心，亮我心，星星火满天，成逐更高，作更高，不是信念，我心若心若动，血脉贯通，灵像那火震起，真天天过。生死
所以我在这里敬拜，句句向你跪拜，大声宣告你是我的神。你是如此美好，你是如此配得我在这里敬拜你生命。我在这里敬拜，句句向你跪拜，大声宣告你是我的神。你是如此美好，你是如此配得我在这里敬拜你生命。我在这里敬拜，我在这里敬拜，是我力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今天准时的上线参与中央基督教会的中文主日崇拜。最近呢，我们都一直在学习悔改和复兴的功课。我们从全教会的集体的复兴，先从个人的生命复兴开始，到家庭的复兴，我都学习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当我去检查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呢，我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不知不觉的在思想上、做法上或者对人上都有很多需要悔改和复兴的地方。没有改变就没有进步，甚至有时会退步。我感谢教会有这样的集体复兴的教导，让我们一起的被提醒。使我们能够重新的自我检查我们的生命，把我们不该有的错误的思想和作为一一的去改变过来，这是多么清新的事情，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能够整个教会一起的悔改，比起呢跟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人的去悔改呢，我觉得是更美好的，因为我们还有彼此。的这个推动力，还有呢彼此的提醒，使我们呢看到更加的清楚，知道我们要改变的是些什么，使我们呢更加的去能够复兴，更加的能够进步。今天一轮弟兄呢会给我们传道，我相信我们又能够学习一道美好的功课，让我们一起来预备好我们的心。来领受神通过他的话语要教导我们的功课。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呢，让我们有机会去一直的去悔改我们的生命。的确的，你是多么多么的棒，你呢给我们很多的恩典，让我们呢一直能够重新的。又走在神准你的话语的标准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向左或者向右，可是就好像你告诉约书亚这样，只要跟随你的道，不要偏左，不要偏右。我们祈求神主你带领保守，今天呢，我们能够有一个复兴的心，一个悔改的心，然后一起的去全教会的去学习。我们也要为着那些生病的弟兄姐妹而祷告，祈求神主你帮助他们，给他们力量去战胜他们的身体上的病痛，也祈求神主你帮助带领着教会，让我们呢在这个时候呢更加的能够继续的团结的一心的去改变、去悔改、去成长。我也祈求神主你帮助带领着今天的聚会。让我们所有的这些安排，还有呢，所有的系统都能够很好的操作，祈求神子你继续带领保守今天的这个聚会。神啊，我们爱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Amen。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依然全是一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平安得胜。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天使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哈利路亚。
居住的圣经清，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信基督大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穿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全是一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要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哈利路亚，刚居住圣经清，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信基督大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哈利路亚，刚居住的圣经清，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信基督大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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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哈利路亚，刚居住的圣经清，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信基督大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哈利路亚，刚居住的圣经清，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信基督大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Hello 啊，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你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呢啊，今天我们大家能够在线上呢一起的聚会来啊敬拜我们的上帝。在这里呢来听神的话语，来彼此的交流。想到今天的传道的时候，我就回想的时候，就是在一年前大概这个时候呢，我也是跟你们传道，那个是在国庆日的过后的那时候。今年呢是在国庆日之前的第一天之前的一天。想到这一年过去真的是不容易。当我在刚才看着那个
诗歌的时候，我就想到在这一年里面，我们辛苦了那些诗歌班的弟兄姐妹，那些玩音乐的弟兄姐妹，他们要四处的到不同的地方呢，去给我们敬拜，在不同的家庭里面呢，去唱诗歌、玩音乐。有时候教会可以去，有时候教会不可以去。他们要尝试各种不习惯的方式呢，来做东西。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些诗歌班、音乐那些AV 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给他们一个鼓励的掌声，好不好？来。还有呢，当然我也想到，哇，那些传道的弟兄也不容易，因为我就想到我自己要面对镜头，那个是我最挣扎的东西。开始的时候想到呢，要自己去录影，要自己去做那个 video， 然后要学怎样做 editing， 然后呢过后呢要去学习去确的录音，最后呢要在 Zoom 上面传道。所以那个传道有时候会变，这个礼拜是在这边，下个礼拜是在教会，说变来变去。然后呢当你不习惯的时候，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做一个传道。以前呢不需要这样多时间，现在呢你不只要准备传道，你还要准备许多其他科技上要你不会的东西，你都要去学习。哇，我觉得很辛苦。当然我也知道其他的传道的弟兄们也是很辛苦，给他们一个鼓励的掌声啊。当然还有一群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在侍奉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经常在侍奉，就是我们的 Kids Kingdom， 他们还是有教导那些孩子们，是我们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那些孩子，不过他们要在网上教导，而且要那些家长们一起的呢去帮忙，因为孩子不会上 Zoom 的嘛，所以需要家长帮忙他们上 Zoom。 说那些老师也是一样的，要经过很多挑战，学习怎样用 Zoom， 学习怎样 share screen， 有时候就 share 没办法 share， 然后有时候还要额外找资源来帮忙他们 share， 这样这个 Kids Kingdom 呢才能够进行当中。另外呢我想到那些青少年的督导们、青少年组，他们要如何的去帮助这些孩子们继续的能够呢属灵下去，继续引导他们呢去神那边。以前呢是全部人可以来在一起，后来呢可以五个人、八个人，现在呢两个人，他们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的难。我也想到那些乐龄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也是很挣扎，因为对年轻人来讲，有时候开始我们用 Zoom 的时候我们都会挣扎，想想这些乐龄的弟兄姐妹，他们更加挣扎如何用 Zoom。 不过呢我看到他们呢都一一的呢去学习，今天他们都跟我们在一起上网学用 Zoom， 而且他们的朋友可能有很多都不会用 Zoom， 但是呢我看到这个疫情呢，我看到疫情改变了我们，我看到我们大家所做的呢，我觉得我们大家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爱神，我们不会让这些困难呢打倒，我们坚持到现在，再过几个月可能我们就能够再一次的这个亲自的去见面了，多久呢我不知道了，我们在祷告了，希望尽快能够实现。你 you know， 当我想到这个疫情的冲击之下，我们每天的生活其实除了在教会里面，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上，我们的家庭上，我们的健康上，都有很多很多的冲击。所以呢我觉得有些的我们呢会被冲击的头昏脑胀，我们可能会失去了方向，但是我感谢神呢，就是我们大家呢还是在一起坚持下去。而更棒的呢是就像国堂刚才分享的，就是最近呢教会给我们一系列的这个功课呢，帮助我们呢去学习属灵的复兴，而 我觉得这个功课呢也帮助到我如何的去使我更加有力量呢去预备新加坡开放的时候，使我属灵生命呢能够更加呢复兴起来。 OK， 所以今天呢我要跟你们大家分享的这个功课，它的主题是属灵的复兴回到伯特利。 OK， 这时候呢我让我来 share 我的 screen。
回到伯特利。当我讲到伯特利的时候呢 ，OK， 我们看这个经文，创世纪第35章第一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 you know， 这段经文他对、神对雅各说这句话的时候呢，这个雅各在哪里呢？他是在一个地方呢，叫示剑的。神呢叫他回去上去伯特利，去伯特利这个地方，说今天让我看伯特利这里到底是哪里。神叫雅各呢去伯特利，伯特利是这个地方呢，是其实呢是雅各第一次见到神的地方。当时雅各呢，因为他跟他的哥哥有了一些冲突，然后呢他的哥哥呢想要杀他，而因此呢雅各呢就离家出走，他要去到他的舅舅的家避难。而他经过这个地方伯特利，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形容的这一整年的生活，一年多的生活里面，就好像雅各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几时我们可以拿下我们的口罩，我们出去的时候几时可以不要戴口罩啊，然后很多时候出去不可以两个人，有时候呢两个人也不可以在一起吃饭。有时候我们在 office 的时候，我们就问几时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吃饭啊，对吗？我相信你们都有这种感受，有时候你要去 visit 这个人，不可以啊，我们五个人今天只可以有两个人，你觉得很累，对吗？雅各他逃离他的哥哥的时候呢，逃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也是心力交瘁，他除了肉体上的累呢，还有精神上的累，因为他想到他的哥哥会怎样对待他，还有许多许多他回想很烦恼。在这个地方很累的时候，他就躺下来呢，在一块石头上面呢，他都睡着了。当他睡着的时候呢，这个天使呢就向他显现，天使向他显现之后呢，天使告诉他呢，神会祝福他。然后当他醒来之后，他感觉到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亲自经验神，就是说 这是 他的生命里面呢第一次呢经历神。在之前呢，他都曾经听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他的父亲的神，他听说这一位神，但是他跟这个神呢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当他在伯利恒这个地方睡觉起来之后呢，他经历到神，他跟神有这个 感觉，所以呢他非常的兴奋，他就把他睡觉的石头呢翻上来，把它立起来，然后呢把油浇在上面，然后就说这个是伯利恒。他就说有一天呢，然后他就给这个地方叫伯利恒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家，就说这个地方是神的家，他要回来。他要讲呢，他许愿说，如果神能够使他平安的去他的舅舅家躲避过这个灾难的话，他回来这位神就是他的神，他将会去侍奉这位神。这就是雅各他的伯利恒。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初次遇见神的时候的情况，你们还记得吗？弟兄姐妹们，你们还记得你第一次认识神的时候，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当你年幼基督徒的时候，你还记得你那美好的时光吗？你还记得那种感觉吗？那种伯利恒，你那种亲，那种圣经说什么？对神起初的那种爱心，不是说你会做很多东西，不是说你很有圣经知识，但是你什么都不会，不过你对神你有那种起初的那种爱，那种感觉。当我想到这种感觉的时候，有时候我讲，哎，为什么我祷告的时候我喜欢、走在那些有花有草的地方祷告。当我想一想的时候，我想到呀，我当我受洗的时候呢，我是在当兵的时候受洗的，
而在当兵的时候受洗，很多时候我在野外训练的时候，我清早起来的时候，我去祷告的时候，就是在森林里面，在森林里面那个太阳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有那种雾，有那种露水，还有很冷的那种感觉。所以每当我去到这种地方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我很亲近神，因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所以有时候我去澳洲的时候，我觉得，哎，是澳洲很美吗？不是，因为去到那边的感觉，就使我感觉到我当时认识神的那种感觉。而当时我也不大会祷告，不过呢，那种感觉就是我起来的时候，我尝试去读圣经，尝试祷告。在我祷告的地方呢，没有桌子，没有椅子，而有时候是在而有时候呢是有很多露水的。不过在那种情况，我开始呢跟神呢有起初的那种感觉，那种最初的那种感觉。而因为这种感觉呢，使我其实呢，还有就很多回忆，就是在跟那些弟兄们的那种回忆，就是当时呢，我们弟兄们经常早上的时候呢，就一起去祷告。那时候我还单身啊，我会跟明光在这个红山地铁站祷告，然后蒙权呢会跑到这个Bola Vista MRT 呢，我会在那个Bola Vista MRT 的那个大水沟边呢，我们在那边祷告。我们在一起祷告了之后呢，我们才去上班，那个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那种起初的爱心，那种感觉。所以刚才神叫雅各回去伯利恒，就是叫他回去找那个起初的爱。 OK， 所以伯利恒呢，就是雅各首次认识神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你看到，就是雅各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吗？我换一下啊。OK， 对不起啊。雅各他从别士巴，他去到这个巴兰，经过了这个地方呢，伯特利 Bethel， 他在这里呢，他遇见了神。然后他去了巴兰之后呢，他在那边娶妻生子，生了很多个孩子，有儿子有女儿。过后呢，他有很多的财产，然后他离开那边呢，然后神叫他呢，回到，他说是时候。回到你的家乡的时候，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雅各从巴兰回来的时候呢，他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他见了他哥哥之后，他哥哥没有再向他复仇了，他解决了一切的事情。然后呢，他却讲呢，在这个地方迦南的四剑城，在那边呢支搭帐篷。是他帐篷，他在那边买了一块地住下来了，而没有继续的没有继续的前行。所以他本来回去的话，神家回去的话，他应该回到哪里呢？他应该回到伯特利，对吗？因为伯特利是当时他最有最美好的这个 memory， 最美好的印象的地方。但是他没有，他回来之后呢，他却停留在怎么呢？这个四剑城，在那边长啊，在那边呢生活。OK， 他从哈兰回来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呢停留下来了，而没有继续的回到这个伯特利。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在去年有一次的时候，我就在散步的时候，最近呢都很多人，他们都说啊，去那个Camendy Forest， 金文泰的那个树林，还有去那走那个玉朗的铁路。所以当时呢，我也是心血来潮，我也是想去玉朗的铁路走走。所以我从我的家一路步行到这个玉朗这个铁路，我看到了这个铁路，哇，非常漂亮。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心里突然在想，我想要
从这个铁路，因为我知道这个铁路可以穿到另外一边，就是 Maju Camp 尼安伯利那边出来。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面，我看着我的手机的这个地图，我想我从这边进去的话，我可以从那边出来，极好玩一下啊，很探险的，对不对？所以当时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只要直直的跟着这条铁路走的话，我可以从那边出来。于是我就开始了我的探险活动。当当 ，OK， 有一条美美的铁路，我跟着这条铁路慢慢走。但是接着呢，这条铁路只是这样而已，没关系，方向还是这样，续续直直走。我就走进树林里面，结果呢，走着走着，铁路不见了，我看到了一条水沟，然后我就想，应该是在左边，我就去了左边的水沟。但是我越走越走越走的，慢慢的走走走走，我发现水沟在右边，我要一直往左往左。然后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觉得我不能够继续走下去了，我在这个地方呢就停顿了下来。停顿了下来就想，我需要继续呢，还是要回头？而当时呢，因为在里面的时候真的是分不辨方向，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放弃了这个探险活动。说对我来讲，当时呢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尝试。我相信雅各他回来的时候，他是想要回去伯特利，不过他离家的时候，去到他舅舅家的时候，他是孤身寡人，他是一个人而已。然后他去那边的时候呢，他有神帮助他，他在那边成家立业。然后他现在要带着全家人回到伯特利，回到他遇见神的那个地方去。但是在回来的过程当中，可能他经历了不同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呢，他就开始呢停顿下来，就到了世界。所以世界呢是一个城市，是一个有地方的人。我相信也有可能就是他到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看到这边的繁华方便。以前他在他舅舅家的时候，他要放羊，他要做很多的工作。现在来到这边的时候非常的舒适。所以他本来的那个方向，他要去伯特利的这个方向慢慢的呢改变了。而因此呢，他不是去到伯特利，而是停留在什么，在世界。今天有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跟神都有一个关系，就是那种初恋，那种对神的那种爱。我们都希望我们做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基督徒，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爱神的基督徒。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都是这个梦想，我要为神火热，我要为神付出，我要让人家知道我的神是谁，我要让人家来接受耶稣。但是当我们单身的时候成为基督徒，我们结婚了，我们有孩子了之后，随着一天一天过去，我们的生活里面慢慢慢慢的会遇见很多的不同的问题，感情的问题，关系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健康的问题，还有你在工作的地方，你也会受到你的同事的那种影响。因为这样，渐渐的我们呢也是像雅各一样呢，走啊走啊走啊，走到这个世界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停顿下来，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停顿下来。这里不是说你的属灵生命现在很糟糕，不是的，是我们开始呢停在那边了，有一点走错方向了，不再是我们原来的那个方向是伯特利，我们已经停在那边了，有一点不一样。而可怕的东西呢，就是在当雅各在事件停了很久之后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是危机。这个危机呢，就是我要鼓励大家呢，你们可以的话去读创世纪34章。之前我们都可以看到雅各还有神这个字，但是在创世纪34章里面呢，
是没有神的，里面找不到神，找不到神的名字，里面呢是危机。他在事件觉得很舒服的时候呢，他在事件的时候，雅各呢注重的是要保护自己的家庭，他在那边，他的孩子跟那边的人呢在一起，然后呢有一天他的女儿呢被事件的啊被啊事件的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也叫事件，哈莫的儿子事件强奸了，而这个哈莫的儿子强奸了他的女儿之后呢，又想要跟他的女儿结婚，但是他的儿子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没有受割礼的，他们也不愿意接受。然后结果他的两个儿子呢，设下一个计划，把所有的那些世界里面全村的人呢杀死，而因此这件事情轰动整个迦南地。现在雅各他们这一家人在迦南是从外来的，他们周围的迦南人看到这一群人如何了杀在迦南地的人，所以雅各他这时候觉得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会面对报复。我们可以看到他本来一家好好的，不过在事件留下来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个可怕的这个悲剧。如果他再继续留下去的话呢，可能他我们今天就没有看到以色列十二支派已经没有了。而也就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OK， 就在这个时候，我也想到就是我们最近我们学习到的这个功课，就是我们讲悔改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们会偏左，有时候呢会偏右 ，OK， 这个功课里面它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偏左，我们不要可能我们一直以来呢，我们所作所为呢，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就是或者是呢，我们做事情呢，是我们做是为了得救，或是我们每样东西呢都是一致的，我们觉得。要公平，要公平，我们一生当中一直讲公平公平公平，或者呢我们每样东西都是讲到做做做，但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当我们讲我们悔改这个东西的时候，有可能就是说我们也会转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会变成自我为中心，或者呢从工作拯救出来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做，现在什么都不做，而且我们会很个人主义，就是什么都是我我我，然后我们只是整天要听到恩典恩典恩典，这两样呢都不是我们该走的道路，而我们该走的道路呢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道路。今天我们得救了，所以我们去行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救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很多的人得救，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得救，所以我们行善，是因为我们得救所以我们行善。而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要讲呢，继续的呢团结合一，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环主的座右铭相亲相爱热情温暖，就是要团结合一，以基督为中心，我们的生活要继续以基督为中心。所以我们的座右铭里面首先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呢？爱神。我们要建立一个爱神，就是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建立一个在基督里团结合一的教会，然后刚强壮胆，多结果者就是得救，为要行善，就是去帮助别人，这个才是真正的中道，真正的道路，不偏左也不偏右。在生命记里面第五章三十二节说，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所神所吩咐的遵守，不可偏左不可偏右，不偏左不偏右。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雅各的经历的时候呢，就是他开始呢有偏左右，所以他停顿下来。当我想到我自己去探险的时候呢，走那个玉兰铁路的时候呢，我也是偏左偏右，因为我看不到那条铁路，我偏了，所以呢我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如果继续走下去可能我就迷路了。
好消息是神呼吁我们，就是当你在迷路的时候，神还是看着你，神还是一直看顾着雅各，在他迷路的时候神还是看着他。所以神对雅各说起来，他可以知道雅各他一直呢非常非常的低落，坐在那边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神说起来起来。弟兄姐妹们，神今天也是告诉我们起来，不要再坐在那边了，起来开始动吧，开始动，你们的属灵生命要开始动，能够动多少是多少，只要你动的话，你的属灵生命呢就会活动起来，火热起来。一样的就是我们如果不动的时候，我们就全身腰酸背痛，但是我慢慢动慢慢动的时候，你会觉得越来越舒服。所以神说起来，去哪里呢？去伯特利，就是你开始第一次遇见神的地方，去回那种起初的爱，去找回神，找回那位曾经帮助你的那位神，找回那位你求他的那位神，去找回神。所以我们要过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什么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雅各就对他的家人、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的神，也要洁净更换衣服。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雅各起来，雅各开始改变了。所以他第一个做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开始有行动，他对他的家人说，他对他的家人说，在34章的时候他没有对他家人说，这里他对他家人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雅各醒悟过来了。其实我相信神呢一直在跟雅各讲话，但是呢雅各听不懂，雅各的那个雅各还没有悔改，他还没有怎么呢，还没有，他的头脑还没有复兴，他还没有看到，直到灾难来的时候呢，他才突然间醒悟过来，想到当初他在逃的时候神如何帮助他，现在他看到也是只有神能够帮助他，所以他叫他的家人起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边看到那些家长们，家长们当我们说我们要使家庭复兴的时候，那个弟兄要先起来，弟兄要先开始，弟兄丈夫呢是 家里的这个头呢，要先开始带动你的家人。然后呢要做些什么呢？他讲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外邦神就是除掉那些你们中间影响你跟神关系的东西，就是你在现在弟兄姐妹什么东西呢你看为是比较重要的，而这个东西看你重要过后，它影响，会影响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需要怎样呢？你需要把这些东西拿掉，才不会促使到你跟神的关系呢继续恶化。我们需要复兴，我们就要看到什么东西在影响我跟神的关系，把这些东西拿掉。这个关系可以是一个关系，可以是一件物品，可以是一个嗜好，可以是一个习惯，或者是什么任何一样东西。当我在想的时候，我就想到，因为我做工的地点呢是在淡比尼亚，所以我家在五级八都，所以我每天坐地铁去这个工作的时候呢，要花一个钟头又三十分钟。所以一个钟头三十分钟，有时候坐在那边的时候，尤其是回家的时候啊，你非常的累的时候，你要睡也不是，不睡也不是。你说说当时呢，我就开始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看手机，看 YouTube， 然后就看到手机的那个 YouTube 的，哇，看到 YouTube 那个 data 会爆的嘞。然后来我就找到一样东西，就叫做你们，我相信你们都知道那个叫做 Netflix， 对不对 ？Netflix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戏。然后我就用那个 Netflix， 然后我就download 那个 app， 我就把那些戏呢 download 在那个手机里面。然后我就是我在回家的时候啊，就啊
就是那个很累的时候，就放松我自己，看那个连续剧啊，那些老的连续剧，所以一个小时半不知不觉啊就回到家了，所以我这个挣扎呢就不见了。但是问题呢，看这个 Netflix 的这个习惯，从回家才看 Netflix 的习惯呢，就会变成呢回家看 Netflix， 去公司的时候看 Netflix。哇，这个东西慢慢渗透进去，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因为那部戏好看的时候，你会继续追啊，继续追啊，继续追，追到呢，就是你在排队的时候等东西的时候，也不知不觉拿来看。然后呢，有时候在家里的时候，你又没有东西啊，你又看，就它渗透你的生命里面很多很多地方，你去看。然后后来慢慢的醒悟过来了，醒悟过来这个东西吃掉我很多的时间。然后呢，我就做一个决定呢。discontinue the account， 就是删除掉这个户口，不要再有这个户口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它在影响我跟神的关系的一样东西，而我决定呢把它除掉。第二呢，他讲到呢也要什么呢？自洁，就是你要 purify yourself， 洁净你自己，洁净你自己就是你要承认你的罪，我们要检讨我们的罪。有时候我们忙碌到我们自己呢根本都没有看到自己有一些我们有罪，我们没有去检讨。所以好像每个月有时候我们讲我们现在要彼此忏悔的时候，我们要去忏悔的时候，我们讲有什么东西忏悔啊，好像没有东西忏悔啊。为什么没有东西忏悔？是因为我们没有检讨。我们没有检讨的话呢，当然是没有罪嘛。没有罪的话，你就觉得很挣扎去忏悔，因为你会想要找一些罪来忏悔。不是的，不是特地找罪来忏悔，不是，是当你检讨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你有这个东西，你去承认。当你承认的时候，你能够改变。然后雅各家们要更换衣裳，更换衣裳。这个衣裳呢，在当时来讲呢，其实呢就是一些代表着什么呢？代表了你的习惯，你穿在你身上的那些习惯。今天你有什么不良的习惯呢？需要去改变的，因为这些习惯不能够荣耀我们的上帝，不能够荣耀神，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习惯呢去改掉，换掉你的衣服。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每次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穿着怎样呢？穿着端庄整齐，把最好的呢献给我们的上帝。然后他讲第三十五章第三节，我们还要讲呢，我们还要建，我们还要怎么为我们的神呢建一座坛，就是你要重新的复兴你跟神的敬拜的关系。你要重新的敬拜，跟神敬拜的关系， you know? 在这边我们可以我们讲到蒙前弟兄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如何的在之前他分享说他以前他每天睡醒的时候呢，因为就会看这个手机里面有什么信息啊，有谁给他这个信息，对吗？因为他都关心弟兄姐妹们啊，关心教会的情况，所以第一个情况呢就是看有谁给他信息，有什么没有有什么在等等的他去帮忙。但是当他决定去跟神有个好关系的时候，改变这个新的这个习惯呢，就是他讲呢，他每天醒来的时候，他眼睛睁开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想到他要感谢神，今天我的眼睛还能够睁开，他感谢神给他这个生命，他感谢神今天要给他 的祝福。这就是他对神的敬拜的一个开始，就是他一开始开眼睛的时候他就开始敬拜神，就是说还没有来到面前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敬拜神。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可以有一个自己独特的跟神的敬拜的方式，我们可以重新的建立这一座坛，建立这个跟神的这个关系。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带头的时候呢，他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戴在耳朵上的耳环交给雅各。哇，你看到吗？当雅各开始去带领的时候呢，他的家人，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他的女儿都非常顺服的和他合作。
开始呢顺服他，把这些东西呢埋在树下，就是不再要有这些东西了。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他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呢神呢祝福他们，那些周围的外邦人感觉到非常的害怕，他们看到这群人非常的同心，他们不敢去攻击他们，而神保护的雅各一家人，而雅各一家人呢就这样的呢顺利的离开事件，去到这个伯特利神的家。刚才我们说到我们要有这个家庭的关系的时候呢，我想到丈夫跟妻子、孩子跟父母之间呢，我们需要讲呢以基督为中心。刚才我们讲到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就是要彼此的去顺服。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彼此的这个去顺服，有丈夫跟妻子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意见，其实有时候这个意见不合，不是因为一个意见好一个意见坏，而是两个意见都是非常好的，他们对选屋子的意见啊，对孩子的教育的意见啊，对要买某样东西的意见啊，两个人都有意见，但是都是好的意见，但是每一个人都坚持这个意见，因此呢不能够讲呢不能够和睦。而有当孩子长大之后呢，你又发现呢有更加多的意见，因为孩子有孩子的意见，所以呢你会看到那个家庭呢不能够复兴。那个家庭要复兴的话，就要什么呢？以基督的心，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只有你彼此顺服的时候呢，你不要只是觉得我的意见是最好的，真的去看看耶稣怎样看这个东西，然后你就能够选择出一个最好的意见，那家庭呢就能够慢慢的复兴。而我们也经常听到这个话呢，家和万事兴，对不对？家和万事兴，如果你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呢，你的家庭呢就会比较容易和平相处，而因此呢就能够家和万事兴。所以做妻子的要什么呢？顺服丈夫。做丈夫的呢要爱你的妻子。而这里呢就是说你要去讲呢去 spend time 啊。所以so, 在 COVID, 我们讲 COVID 不好啊，其实 COVID 也有它好的地方。因为 COVID 好的地方是我们不能够出国吗？这样我们就很多 leave 哦，所以我们就拿 leave, 或者有时候呢去走走，我们就去祷告。当我们散步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一起祷告，然后在一起聊天。所以在无形中呢，我也学习多一点听我妻子的分享，多一点听她的内心，多一点的去关心她，想到一起去不同的地方。其实有很多照片要分享，不过不可以分享了啊，太多了了。所以我看到，哎 ，COVID 其实帮助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我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呢，我会利用这种灾难的时候呢，去建立这个夫妻的关系。当夫妻的关系好的时候呢，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也好。而这里就是给所有的孩子们，啊，你不管你是年纪大的孩子，或是年纪小的孩子，就是说你要听从你父亲的父母亲的话。因为他们是为你好的，然后做父母的呢，不要惹你儿女的气。哇，很多时候我们讲啊，父母亲啊，孩子要听父母的话，但是我们讲到父母亲的时候，哎，孩子听父母是应该的吗？父母不要惹孩子的气。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有惹他的气吗？但是有时候呢，我不知不觉，我慢慢的，好像开始悔改的时候，开始醒悟的时候，我才开始看到，其实我有一些举动啊，有一些语气啊，有些东西呢。是会惹他们的气，但是我自己是看不到的。就算有时候他们跟我讲了很多次，我还是看不到。但是慢慢的，当我开始悔改的时候，开始 metanoia 思维转变的时候，我才慢慢的开始看到，哦，原来我这样做啊是会惹他们的气。所以你要 metanoia, 你要思维改变，你要以基督为中心，你就是你要照着基督，用基督的心，你才能够慢慢的看到这个东西。如果你是用你自己为中心的话，我是永远是对的吗？不可能错的。所以
因为已知多的东西，我慢慢的可以看到，哦，这个是我的错。就算孩子面前呢，我也明白到，哦，我的错，我要学习怎样的去悔改。在这种情况下，刚才我说的就是周围的那些人呢，他们都惧怕，不敢再追赶雅各他们一家人，因为 他看到他们这一家人呢是非常团结的。这里使我想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里讲到浪子的比喻，雅各的这个故事里面也看到浪子的比喻。其实呢，神一直在等待雅各的回来，神一直在等待我们的回来。我们的生命里面虽然有走错的地方，不过其实呢，神没有遗弃你，神在等着你回归，因为神爱你。神起初是这样爱你，现在还是这样爱你，但是神希望我们能够失去起初的爱，重新的回去爱他。今天我们要问这几个问题是，今天我们是否以自己的方式去生活，自私的去推开任何阻碍我们责任的承诺。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我们在自我当中的时候，我们不再以基督为中心，我们过生活的方式呢，都是按着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我的传道就到这里。回到伯特利，我们可以看到神对雅各的呼唤，他要雅各回到伯特利，回到神的家，在那里有他与神最美好的回忆，是雅各的初恋。当雅各醒悟过来的时候，雅各的全家，他带领他的全家呢，向伯特利出发。伯特利是他的家人没有去过的地方，这里是雅各的出埃，他最喜乐的一个地方。今天神也呼唤你，回到你起初对神的爱的地方，带领你身边的人到那边去。不管你是家长，你是已婚的，你是单身的，因为你曾经到过伯特利，只有你知道伯特利的感觉是什么。今天的传道就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低头向神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啊，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能够在这个线上来敬拜神。我们感谢你神啊，能够从这个功课里面去学习到神啊，你是如此的爱我们神啊。当我们在灾难当中，当我们在黑暗当中，当我们在失落，当我们在彷徨无助的时候，神你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你在那里看着我们。神啊，伯特利是我们跟你最美好的一个记忆，神啊，最美好的一个时光。主啊，今天你希望我们重新的拥有这个快乐的时光，跟你有一个快乐的关系，这就是神你要给我们的祝福。主啊，我们祈求你主带领着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回到这个伯特利，回到起初的爱，重新的复兴我们的生命，重新的复兴我们的家庭。主，我们感谢你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祷告，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非常谢谢一轮的传道，帮助我们呢提醒了我们要回到伯特利。现在呢，我们到了领用圣餐的时候了。今天的圣餐分享呢，是由我来读经文，然后郑玲姐妹呢会分享她的生命的一些经历。今天的圣餐经文是取自于以弗所书第三章14-19节，让我来为大家朗读。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得以和众圣徒一同的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段经文呢，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他为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祷告，他是求神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呢信心，让他们能够看得到基督的爱是多么多么的大，大到怎么样呢？大到甚至超过任何人所能测度的，这是没有办法量有多宽度多高。而这样的一个大大的爱呢，充满着他们的心，把他们的心充满了，使他们的心呢觉得非常的扎实，有根有基。今天其实很多人呢都在追求很多事情，很多东西来满足自己，可是一切的东西只能给我们一些暂时的满足，唯有基督的爱才能够充满人的心。现在让我们请郑玲姐妹来做一段分享。郑玲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下面由我来做圣餐分享。去年2020年，我们小组姐妹除了经历了新冠病毒疫情，我们还经历了一件大事，就是玉宁姐妹的离开。这令我们万分不适，对不起。对不起。没问题，继续。就是时隔半年多的现在，我们也会因为听到他爱听的歌，吃到他爱吃的食物，看到有关他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会落泪。但我们回忆他生平的这3年，我们更多的感受到是神对他满满的爱，神在他身上显现的奇迹。记得他刚被确诊时，医生告诉他只有3-6个月的时间。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我祷告告诉神，我说她这么年轻漂亮，这么聪明热情，这么热爱生活。我也告诉神她有年幼的女儿，生病的妈妈需要照顾。我还告诉神我们很舍不得她，求神哪怕再给她3-5年的时间，让她少些遗憾。怜悯的神真的给了他3年的时间，这是多么大的奇迹。他去新加坡最好的医院去治疗，那里的医生做不到，但是神做到了。
在这三年里，我们也感受到神与他同在，给了他莫大的支持。我记得在他做化疗脱发，然后把头发剃光了，那天我正好去他家给他送东西，到他家放下东西，我准备回家时，在他家楼下看到了刚理发回来的他，我说了几句话就匆匆走了，因为看到他光头的样子我很难受。可是当我回到家打开手机，看到玉宁正在群里面，然后展示他的新发型，他还夸自己的头型饱满，光头很漂亮，留光头很漂亮，看到他这么乐观，内心这么强大，安慰了我们在他身边的人，相信他的这种乐观坚强战胜疾病的信心是神给的，因为凭着人是做不到的。在这三年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的正能量总能影响和鼓舞着他身边的人，他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神还有一个安排，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因为他丈夫出差不在新加坡，然后我们小组姐妹就有机会陪伴他。记得那时我们让他点菜，然后小组姐妹轮流给他做饭，然后送到医院去陪着他吃，陪他聊天，他很开心。我们也因为能为他亲手做食物感到给他吃感到很欣慰，这也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陪伴的回忆。神的另一个美好的安排，就是在他生病期间他母亲的去世，这虽然令他很伤心，但是更是让他少了一份牵挂，少了愧疚，他得到了神满满的爱和陪伴，同时也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今天当我们领用圣餐时，让我们一起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个人显现长阔高深的爱，让我们一起感恩神的爱。我的分享结束，谢谢大家。谢谢郑玲姐妹的分享，也是我们呢想到而且看到神那充充足足的爱，那长阔高深的爱。神爱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他爱玉宁姐妹一样，他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也不会少于给玉宁姐妹的爱。我们也看到说小组里面姐妹们呢怎么样的去爱玉宁，是神通过这些姐妹把爱呢分享给玉宁的。而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的确的，就好像刚才经文所说的，神真的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充充满满的看得到神的爱，而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拥抱着神的这一份爱，给我们更多的力量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去为神付出，去继续的去有一个更新的生命。现在呢，让我们一起的来为饼和杯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给我们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无法的测度，充充满满的填满了我们的心，使我们未得满足的一切事情，其实你都让你的爱来填补满了。感谢神主你这样的爱我们，感谢神主呢舍身的，让耶稣舍身的在十字架上，通过他身体上所受的鞭伤，他所流的宝血，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看得到神啊，你是多么的爱我们。当我们领用这饼和这杯的时候，求神主你帮助我们记得耶稣所为我们舍的身体，还有他所为我们流的宝血，求你带领保守我们一直有着扎扎实实的一个爱在我们心里面，一直的能够感恩于神主你。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 Amen。
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主日平安。我是冠英，今天很荣幸能在线上和大家分享贫穷奉献。在这里，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可能大家都已经听过了的小故事。有一位老人呢，在海边散步时，他发现有个小男孩在海滩上呢捡起一些东西，然后用力地抛回大海里。老人感到很奇怪，就走到小男孩的身边，问他在做什么。小男孩说：“我把这些海星抛回大海里，因为海滩上有这么多海星，就是在退潮的时候呢，被潮水冲上岸的。如果我不把它们丢进海里，它们就会因为缺氧而死去。”老人说：“可是海滩上有数不尽的海星，而你不可能把它们全部丢回大海里啊。”小男孩微笑着，继续弯下腰，拾起一只海星，用力地丢回大海里。小男孩微笑着说：“你看，我改变了这一只海星的命运。”是的，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出小男孩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是对于海星来说，却改变了他的命运。同样的，我们的捐赠也看似微不足道，但是积少成多。如果每一个人呢都愿意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那么我们的付出呢就会因为改变了一些家庭的生活，影响了我们身边的人，而显得更有意义。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意思就是说呢，再聪明再能干的妇女，没有米她也做不出饭来。慈善也是一样的，缺少了经费，很多慈善的计划呢都将会受到影响啊，尤其是在这一个疫情期间，很多弱势群体他们的生计受到了影响，更需要我们的捐助。箴言11:25告诉我们，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中国也有一句俗语叫做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相信我们在付出的当儿，我们不仅能够体会到助人的喜悦，上帝呢也会在暗中赐福恩待我们。待会呢，屏幕上会出现图片显示款项的分配情况和二维码，请大家扫描二维码来奉献您的一份爱心。在这里呢，我代表教会感谢大家的慷慨解囊，谢谢大家。各位弟兄姐妹，很快的我们又来到了今天主日崇拜的尾声了。今天我们要感谢谁呢？感谢上帝。为什么？因为他今天从话语里面呢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激发。感谢一轮呢把神的话语勇敢的传讲出来，感谢正领姐妹很真诚的分享，今天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激发，还有很多的感动，甚至可能也流泪。我们祈求神主呢，继续让我们有这个软化的心，
继续有这样的复兴的生命。现在呢，让我们为着这个星期还有这完美的一个聚会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今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心呢被满满的，然后充满了你的话语、你的爱，还有呢充满了一种激励和力量，去过我们接下来的生活。我们知道说神啊，然后你让我们能够有复兴的生命，你让我们呢也可以学习到看到说神啊，我们的生命其实只要不偏离左不偏离右，你常常就是给我们一个神准的标准，所以我们可以回到神你的标准来过我们的生命，不是去讨人的喜悦，也不是变为自私去只爱自己，而是以神准的爱去爱彼此，照神准的话语去过我们的生命。神啊，真的感谢你，你的教导，还有感谢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带领。求神主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生活里面，接下来的这一周里面，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求你继续带领保守。神啊，感谢你，爱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 ，Amen。弟兄姐妹，现在呢，我们都可以打开话筒来呢，彼此的鼓励和分享。谢谢。谢谢一轮的传道。啊，谢谢正英姐妹的分享。嗯。对，很感动哦。我觉得今天的无论是传道，或者圣餐分享，或者是贫穷奉献，真的很棒。很感谢一轮的提醒啊，也提醒着我。真的，我们的生命绝对不能够停留下来，停留下来的就是一个危机，要回到伯特利，或者是提出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绝对不可以停下来，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获得一个属灵的生命。感谢，对，主的传道 ，Amen， 谢谢 ，Amen。谢谢庄生的鼓励，你们谢谢观音的分享，很好的一个贫穷奉献分享。我也要分享一下哦。最近我有看了一点点的那个怎么这么野外灾难，就是讲这些人他们去爬山或者去到森林徒步的时候呢，他们走了一些偏路啊，他们就是没有按照地图的那个正路走，因为他们要更快的抵达某个地点吧，他们就偏左或者偏右抄小路走。结果呢，当他们抄小路走呢，就进入了那个大森林里面，然后呢被那个森林里面的走兽，还有野兽啊，狮子啊，还有蛇啊咬，然后他们就受伤，有一些还掉进山崖里面动不了，要等直升机来拯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不要偏左偏右，要走在双叉道上。Amen。Amen。Amen。谢谢。OK。谢谢蒙姐的分享。OK， 我分享一下当时的个人经历啊。当我进去那个小小的树林，我觉得是很小的啦。但是我是偏左一点的，有发现我只能够继续往左，然后我开始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你走每一步啊，你感觉到有东西抓住你了，你知道是什么吗？那些树藤啊，那树藤勾到你全身，你转这边也不是，转那边也不是，对，然后你看到就是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偏差而已，就能够陷入灾难里面。然后当我回来之后啊，I think过一两天的时候，我就看到新闻，有两个小孩子，他们在卖一只戏水池不见了。你们知道那个新闻对不对？他们那个警察去找他们，然后我说还好，我及时回头，不然的话呢，那个新闻就会是我。
每个